盘点沈腾爆笑名场面。你可以说话了啊，啊，可以说话，可以说话，可以说话，当然，气势男儿。张卫健吐槽蚊子太多，沈腾表示蚊子好多，我们还没等到对面呢，我们就已经贫血了。市场补到贾玲，贾玲姐的三个缺点。我哪有缺点？脸大腰粗屁大。八岁的时候跟娜娜长几乎一模一样。听到这句话，你还想长大吗？哎呀妈！哎呀妈！起点妈！空中降下来一个300多斤大胖子，扶我腰上了。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技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谁呀、啊？这三个招没想起来他是谁。三个。沈腾这脑回路也太新奇了。两只什么小蜜蜂啊？不是，两只蝴蝶。什么呀？所以我演的是后边那个。抖包袱的时候也会出现意外。早日能够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个人。破折号沈腾。Nice. 造次鬼才沈叔叔，天天向上，尚未可知。哎，知了很多，多多益善，善鱼很多。少小离家，少小离家啊，家庭作业。家族不和，看样子是真的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咱们的不和没必要这么那个。没挡观众少一半。行，你多大点声。新专辑。这个没必要占我们家族的时间。